哦，你来了。等您很久了，拂晓之河路。不，是该叫星野小姐吧？失礼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对基沃托斯还不太熟悉。请到这边来，星野小姐。黑福，这次找我又有什么事？情况突然有点变化，我来这里是为了再次给您一个提议。拥有阿拜多斯最优秀的神秘的星野小姐。提议？开什么玩笑？那个已经……啊，冷静，冷静一下。我喜欢的电影里有这样一句台词，这次我们就引用一下那个台词吧。我会向您提出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，您想必非常感兴趣，那么请听好了。